得民进党团市长的候选人从林智坚换成郑玉鹏？其实还是回到我刚刚说的，重点不是换人，重点是你们对这个事情的态度是什么。如果是态度是还是以政党利益一己自私，那其实对人民来说它就是没有意义的，换谁都是一样的。